从原则上来说，在过去的时空里你不会死的，也不会受到任何实质性的伤害。当然，你也不可以杀人，也不可以做任何影响历史的事情。最重要的是，你必须要按照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地点回来。这个手环会指引你。
追，快追，一个都别放跑，尤其是那个小妖女，一定给我抓活的。陛下放心，他们跑不了。为什么？这条路我知道，是条死路，咱们就守在这里，他们迟早要出来的。好，我们就守在这儿。这是要变天了。是乱七八糟的画面，哪哪都不挨着，我都分不清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。受伤吧，你身上有没有哪儿感觉很疼啊？爱情，又是你救了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救我？你们到底想让我做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说些什么吗？我跟你说过，我不是神佛派来的，我
那为什么你的金刚杵会有神通？为什么你的镯子会救命？为什么你知道我未来？为什么我明明看到过你腿受伤，现在一点伤疤都没有，连衣服都没有破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先别着急，有些事我也不是很明白，我现在脑子乱得很。我唯一能告诉你的就是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里的人。那，你的世界，你说的那个，宁静祥和的世界，到底在哪儿啊？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你看不见它，但不代表它不存在。就像星辰吗？嗯，对，像星辰。那你跟我讲讲它吧。接任天下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刚才我还听见他在山谷里喊我的名字呢。我们再用衣服做绳子，等做好之后，我们就下去救他。那你们快去做，阿朵莉，你也跟着去，我不需要照顾。是。生活的地方那么美好啊，怪不得你总说要回去呢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酒，可以消毒杀菌的。哎，我是出家人，我不能沾酒。哎呀，又不是让你喝，只是给你的伤口消消毒。你喝酒吗？这个是迪巴给我的。第八，大概是你度化的第一个人吧。我这样的人，还谈什么度化呀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身边的人都说我很有佛缘，应该去学佛，我就去学了。我真的很喜欢看那些经文，一看到那些经文就觉得温暖。像看到阳光一样温暖，而且我只需要看一遍就能够背下来。法师说过，修行能让一个人成为智者，但是一个人为什么要成为智者呢？不就是为了帮助别人吗？对，你就是这样的人，你将来还会帮助很多的人。我谁也帮不了。论师说，强者自渡，胜者渡人。我不是强者，更当不了胜者。我帮不了迪巴，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面前；我也帮不了巴图尔，他也死在我的面前。我连我身边最近的人我都帮助不了，我哪还有能力去帮助那些内心充满了仇恨和贪欲的人呢？连我的命都是你救的，根本没有能力去救别人。这里的一切你也都看到了，他们每一个人都只想着争夺与毁灭，这根本就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世界。不，这个世界是可以改变的。别动啊！
罗驰，谁说这个世界不能改变？罗驰，你不知道，你的能力有多强大。只要你的内心是坚定的，你相信那个平静祥和的世界会出现，你就会影响你身边的每一个人。如果每一个被你影响的人内心慢慢坚定起来的话，他们就会去影响更多的人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早晚有一天，当每一个人都相信有那份美好存在的时候， 你所希望的那个平静美好的世界就会出现了。爱情，我相信你说的话是真的。那个和平的世界，就应该是我的理想吧。嗯。哎，慢点。谢谢。法师，后面的路还有很长，还是我们去找小法师吧。不行。 我要亲眼看到小法师。法师，有那个会法术的小姑娘在身边，小法师会没事的。这是我最担心的。 罗驰，醒醒，快看！法师，你喝酒了？我没有啊。那你身上怎么会有酒气？啊，是爱情用酒给我擦伤口来着。你知不知道出家人不许沾酒？这个酒可以消毒。 我看小法师的手伤和脸上都有一些擦伤，我怕他的伤口发炎，我不管是什么炎，出家人沾酒就是破戒。再说你一个姑娘家的，身上为什么会带着酒啊？是那个叫迪巴的盗贼给他的，让他驱寒。不要再替他解释了，爱情姑娘。 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从哪儿来，你不说我就不问。我感激你救了我孩子几次，可是每次我的孩子遇到灾难的时候，都是起因于你。我现在也不想说什么了，可是你今天让我的孩子沾酒，那是犯了大忌。到了预兹，我会给你足够的盘缠，请你立刻离开，永远不要再靠近我的孩子。 先回王城禀报，然后回来接你们。我迟回来了。
一别六年，总算回来了。是，我们回来了。陛下。 走的时候是个小孩子，现在是个大小伙子了。来，见过你师父。师父，弟子若吉波拜见师父。听闻你在疏勒讲法大受欢迎啊，还披上了释迦牟尼的袈裟，为师为你感到高兴。 真的是长大了。来，见过父亲。若吉波拜见国师。国师，你还好吗？我还好，都好。 提婆，六年未见，长高了许多呀。哥哥，哎哎，若提婆，哎呀，哥哥，你怎么出去这么多年，身体变弱了呀？哦，对了，你是不是好久没施咒了？胡说什么？没事啊。来，福哈提婆，拜见母亲。母亲？对。你不是说我没有母亲吗？ 说我把她宠坏了，等熟悉以后就会好的。这位姑娘是？啊，爱情。陛下，这位是爱情姑娘，我们在半路遇到的，她与我们结伴来玉兹，也是我的汉师。拜见玉兹国王。陛下。 爱情姑娘要去中途，可否安排一个稳妥的商队，带她过去？哎呀，这个季节哪有什么合适的商队啊？不如让爱情姑娘在玉兹先住一段时间。好啊，谢陛下。<笑>好，围攻。走吧。哎，王妹，来来来。哎，嗯。 住回往心寺吧，爱情姑娘。哎，你就住在这儿吧，我让阿朵莉陪你。我尽快联系，让你离开。好，谢谢法师。 是，那我们走了。走吧。嗯。
那姑娘有你说的那么神奇吗？她手上的金刚杵确实神奇，而且她还有一个会发光的镯子。会发光的镯子？嗯，臣亲眼所见，陛下，那姑娘定是个妖女。是人是妖，先留着，也许有用。还望陛下慎重，此人说话行事都是疯疯癫癫。 不依常理，不然我们也不会险些落在乌素王手里啊！没有这次乌素国之险，就不会发生小法师与论师那场惊天动地的辩经。正因为如此，小法师的名声大振，有更多的人慕名来到我们玉兹。这是天意。 抓我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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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不抓我了？哼，没劲！你也是我什么好看，都是我父亲的。我知道，罗池跟我说过，罗池是谁啊？是你哥哥的汉文名字啊。你叫什么？我叫福哈提婆。福哈提婆，我可以叫你小福吗？随你。 汉文的看得懂，这梵文的就看不懂了。哎，你这镯子好奇怪，这下让我看看。哎，这个可不能给你，会要我命的。切，小气。哎，要不你叫我汉文吧？可以啊，你哥哥我不敢教，教你绰绰有余。是吗？你知不知道有多少汉文老师都被我给赶走了？ 你想学我还未必想教呢，就你这样，我还得考虑考虑要不要教你。哎，你敢不教我？看我不砸死你！福哈提婆，又在淘气。又在干什么呢？父亲，我想让他当我的汉文老师。哦，是吗？难得你主动要学习汉文。哦，爱情姑娘。 那你费心了。来，看看这是什么东西。来，这什么呀？这叫船。来，那这个？这是船的帆。 这个船啊，它是在水上行走的。孩子，这个船啊，是你母亲特地给你带回来的。福哈提婆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对了，福哈提婆，你今天为什么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你没有母亲的话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？福哈提婆。 我长这么大，母亲可待在我身边一天，我跟没有母亲的孩子有什么区别？这既然是母亲专门带回来给我的，为什么不自己送给我？我才不稀罕！你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小心我打你！小福，我和你母亲一路走来，遇到很多危险，很多东西都扔了，唯独这个，他一直带在身边。 国师，什么事？陛下派坤沙来接爱情姑娘进宫，说爱情姑娘几次救小法师于危难，陛下要当面致谢。师尊，弟子想改修大乘佛法。
你说什么？请师尊成全。你去极披是修习阿含经，怎么就突然决定改宗易帜了呢？弟子归国途中，眼见盗贼烧杀抢掠，百姓民不聊生，饱受病死苦痛。弟子困惑，我习佛法究竟所谓何用？所以弟子愿发菩提心，求度众生，将大乘佛法在西土传播光大。狂言妄语！只是一名孤身女子，都可以舍弃一切去拯救他人，我等学佛之人怎能熟视无睹，只顾自己修行啊？你说的就是那个叫爱情的汉人女子？是。从你的讲述中，我就隐隐觉得此女不善。无素的众臣因为他手中法器的魔力，才相信你是菩萨护身，法力无边。怎么，你就是想用这种欺瞒的手段震慑民众，获取信誉和威严？不，不是的。那个汉人女子在用卑劣的手段迷惑人？不是的，她用法器只为救别人。她迷惑的就是你。你知道精进修行有多难吗？多少人穷尽一生也难证得三果，你连自身都渡不了，你有什么能力去渡他人？你年纪尚轻，修行尚浅，还是静下心来好好的精进你自己的德行吧。哼！时时无休，长夜烛火。